就我主张一天是三餐呐、哦，啊。那第二个餐就是我们食物的糖也是一餐就是一份糖，所以拆到三餐是三餐。那这个糖还包括那个蔬菜，嗯，好，嗯。那蔬菜尽量是一餐有三份，蛋白质也是一定要底线是三份。很多人误会那个三是不能过三，其实底线是三份。哦，但是可以过三，可以过三，所那以运动的话就是正餐过后的30分钟起，30分钟之后再运动。因为30分钟是基本休息。嗯。